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之间合作前所未有的密切，走出国门，奔向亚太，抓住商机，成了很多企业家的当务之急。签证怎么还没办下来？国外电话不断的催，订单全都要跑光了。签证难？不存在，一卡在手，说走就走，上午谈个单，下午签个约，快人好几步，业务牢牢捏在手。 说走就走，你能飞？只要有了这张卡，16个国家说走就走，特自由。竟然还有这种卡！一次办理，5年有效，多次往返全部受限。一般单次可停留60天到90天不等。你说好不好？90天，3个月，什么卡这么牛？这卡怎么办？加工制造、贸易进出口、金融。